现在时间晚上的7:48，今天蔡琳在吃饭，公司还在忙，小忙碌。然后我买了两个脚架来了，我刚才送小孩回家，我就先来公司，等一下再今天蔡琳回家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门市还在忙，然后汪小姐她还要再加购，对吗？你不用了，她说我不用，对，刚好不用。好，最后几天很忙碌啦。过往的经验啊，都是这个礼拜最忙，所以忙到礼拜五，礼拜五跟礼拜六，我开个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买的脚架。这个牌子其实是看刘佩跟咸鱼霸都在用，然后我买了两只不一样的，一只是就是人家讲那种什么蜘蛛的脚架，我需要，等一下，我需要一个脚架来夹。现在我正在用的手机，可是我过不去。大家如果还没买糕饼的，可以剩下最后几天。那我夹手机的脚架不见了。我记得我放在这里啊。这只可以吗？这只也可以。好，暂时用这只。哦，这只也是可以。这只是我前几天在直播有讲的 PGYTECH。这只给 GoPro 用啊，其实非常好用。那我今天还买了一支镜头，因为其实我的 H3 快到了。H3 啊，我算是用了一点点的小关系，然后先拿到，然后所以一定要买一支比较适合它的镜头。然后我今天就买了一个那个1224的这支镜头，我看了很久。那后来让我最后一个冲动想要买的时候，是买想要买的原因啊，是因为我看到 Casey 也是用这支镜头，然后我就觉得要，就是他那个成像的画质啊，真的很好。然后很多东西要开箱啦，那就是最近慢慢陆陆续续会开箱给大家看。等一下，有点紧，好，加上去了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现在其实我们的货慢慢陆陆续续这几天都会出啦，哦，现在也是一个很满的一个状态。好，跟大家分享我在某某买的脚架。先拿某某出货其实蛮快的，我这个是我昨天晚上凌晨的时候订的，然后我今天下午的时候，因为公司没有墨水，哦，就是印表机没有墨水，然后我下午包。一点还两点的时候订了墨水，就大概3个小时吧，下午大概4点的时候就又到了，所以其实送货很快，非常快。好，我有点紧。好，哦，它最后一节，我这只是新的，所以最后一节好紧。好，这个脚架今天就被新年菜里面说我到底要几只脚架。这是 Momo 的，看一下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买了两只，哦，然后质感都不错，然后 Momo 有在做特价，就是这两只总共买了6000块，然后它原价都是就更贵，然后我发现其实这个比就在官网买啊，比就是在他的在台湾买啊，因为这是台湾公司货，比在大陆的买，就是比在大陆的这个品牌买还便宜，送了一大堆赠品。基本上其实赠品真的每次送的赠品都会比较用得到，哦，收纳袋。这个品牌是 LEOFOTO， 我还是看一下灯好了，不然可能会有点暗。好，
灯没有亮，哦，灯亮了，这样应该好多了。然后用一阵子再跟大家说心得，好，先开第一支好了。第一支是这一支，这一支是 MT03NBC20， 然后这支是铝合金的。那这一支其实就是有时候创作者就是会影响创作者，最早是刘佩在用，然后我看刘佩分享过，那后来我发现玄云霸也在卖，那这个是彩轩公司的货，那其实就我没有跟彩轩有合作过任何的东西，然后我就想说先试用看看，好用再跟大家分享，或者也可以开团购之类的。啊，因为我的脚架大部分都是，要不然就是大型的，就是像落地式的，要不然就是手持的，那比较没有中间的。那这次最主要我想要找一个比较中间，像我在直播的时候，有时候架相机啊，那个你又不可能用大型的脚架，你一定是用桌上型的脚架。可是我原本那个 Manfrotto 那一只啊，角度又很难调整，因为它角度就是固定的。那我看了这一只，我觉得蛮有特色的，所以我就买了。哦，它有附这个，哦，很多的六角扳手，哇，它蛮不错的，很小哎，还有一个这个像袋子的，感觉不重。哦，这只长这样，哦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然后一样啦，它是因为我第一次用，哦，可能要熟悉一下，好。这边它固定云台啊，是用这个夹子，是用这边哦，这样就固定云台哦，这一点也是蛮不一样的，感觉很扎实哦，不是松松的那一种哦，就是你锁住了就很紧，然后再来哦，是这边这个是干嘛的我不知道哎，哦，这个这样就松掉了，可是我要怎么把云台拿下来呢？哦，它有好几段哦，这样就拿下来了哦。它卡的方式也跟一般的脚架有点不太一样，它没有做那个安全的部分，有些会做安全啊，就是你没有按钮啊或什么，它不会下来。啊，这个不是啊，可是它有个很特别的，目前我第一眼觉得它这个很薄，很薄一定有好处啊。我去拿一台相机来装装看，这样比较准。现在就是等八点半，然后再接新店蔡琳下班。哦，这台是6400。哦，它是6400，我们就把它锁上去，锁上去给大家看。很薄的好处，当然就是你锁上去的时候，我讨厌有一点。是它不是用手锁的，它这个一定要用比较硬的东西固定。它没附，没有附。哦，通常我们会用10块钱啊或什么来固定。哦，它这个是这样固，就是要固定。看我有没有比较先拿一把尺，先不要锁太紧。哦，它很薄。一般的这个云台啊都蛮厚的，然后再来就是把它放上去了。它这边做了两段呢，大概给各位看一下。哦，我了解了。好，还是要了解一下。好，它。这边有两个螺丝啦，就是有两个锁的。那里面这一圈啊，就是固定锁云台的，把这个锁紧的。像现在就放不进去。那如果我稍微松一点，它很稳。哦，拿起来就知道它是很扎实又很轻的。我放进去以后再锁起来。这个大家可以搜寻一下啦，你如果找 MT03 就找得到了。好，这样子。
里面这个啊是固定云台的，我猜外面的这个是，我看是不是，对，外面的这个金色的啊是控制，就是水平的转向，我把它松开，我就，哦，因为我那个锁的，把它松开啊，就可以做这种水平的转向，有没有？那如果我把它锁紧，应该就不行。对，没错，这个是控制水平的转向。那我现在有点晃，是因为我刚才很任性，只用尺把它锁紧而已。那我再把它打开来，我再稍微锁紧一点。好，我们已经在松了。通常都会拿十块钱来锁啦，会比较那个比较稳一点。那没关系，反正大概这样我就知道，就是这边很薄啦。然后第二点就是它算设计的不错，好，有水平控制，然后水平的控制跟我个人会更喜欢那种球状的，然后可以就是因为水平有别的用途啦。那这个球状其实我以前在控制水平，我都是直接利用这个球状下去，它这个做的蛮不一样的。结构啦，一般的球状不是坐在这个底下的感觉，一般球状会坐在往上撑，然后撑出一支，再来锁在云台啊或相机上面。那它这个蛮特别，是它的球状算是就是是往下的，蛮不一样的。好，再来把它打开来，那可以看到它这边很多的孔，这应该都是四分一的啦。然后这边有个。感觉是橡胶，啊，我最主要会买，其实我是看到它有一个地方蛮好玩的，它可以勾住一些东西啦，比如说你今天要勾在这个上面也可以。我先把它稍微弄一下，然后就是可以这样用勾的方式，有没有？就勾住，所以你可能它的变化就比较多，而且勾住的感觉是算稳。因为勾着这个不太会吧，就是一般可以勾一些奇怪的位置，然后再把云台稍微转高一点。好，大致上就是这样，这只。然后这边它的脚是这样的，所以它的角度蛮多的，你可以一边高一边低啊什么的。然后这个撑起来的角度，我看一下它的段数。它蛮多段的哦。这样子是最水平的，它这边有一个就是可以颠的开关，往下，好，这样第一段，刚才算水平第一段，这第二段，好，这第三段，算起来有三段啊，大致上是这样。这是第一支，好，这个是因为这个最主要它的好处是它很轻啊，我昨天在看重量的时候是非常轻，现在我忘记多重，可是反正就是它很轻。那这类型的脚架啊，唯一啊，我觉得它，因为它希望它的云台是比较好的，所以它是有另外有一个这个就是的设计。那这个我很容易弄掉，所以就是要很注意是在哪一台相机上面。然后再来是拆，一样是 Li 这个牌子的 LS232C1D36， 那这个是有云台的组合。这个如果我记得我买是买3000块左右，3000出头，因为有特价。这个就是比较中型的，稍微中型一点，再大一点点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其实还是要看你使用的环境跟需求哦，就是。因为我要架在桌上啊，那当然这种就是这个应该比较适合 vlog， 就是不是真的固定架在桌上，真的带着很轻，有时候在外面要用它又很扎实。那这种啊，就是我最早直播，我家里就是少一支比较中型的脚架，那我特别就找了这一支，因为一样在这个品牌上面搜寻嘛、啊，我记得它这也是阿卡卡口。很实，真的很实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长这样的，哦，也很粗壮，蛮重的，而且我记得这只是碳纤维的，可是还是很重，非常重，卡蹦的，有没有？
它重好像是重在云台的部分啊，云台的部分是真的蛮重的。好，这只的云台，它的云台是 ED36， 这云台应该是都可以换的，哦，只是它这一个原厂设定是这个，就是比较标准啊，非常标准的一个脚架 ，LEOFOTO。好，我把它升到最长给大家看，这都归类于在桌上型。这个的好处啊，当然就是说你哪一只脚要长就长，哪一只脚要短就短，但是它就不能没有办法像刚才的那一只一样，可以勾在一些奇怪的地方，所以那只适合带出去。那这一只啊，带出去可能就比较重一点，而且太拿这个 vlog 可能就比较太醒目了。可是它的优点就是很稳，然后放在桌上嘛，就是很适合。可是因为最近啊，我常常就是角度差一点点，就是架在桌上觉得它不够高，然后我就要垫箱子啊，垫什么的，所以这支我可能主要是放在家里用，就是比较方便，感觉上不错哎，哦，整个质感是很好的，大家知道。其实脚架好坏是差很多啦，那这个相对来讲是已经算非常有品质的脚架，一样它有一个水平旋转的，然后这边有个云台的，这种操控我就比较习惯了。然后这边哦有一个这个可以，它没有做安全的扣啦，有些现在很多你要把这个拿下来的时候，其实都有另外做一个安全的，就是你可能要按钮啊或什么它才下来，不会因为你锁才那个。那这个是没有，那这个是什么？有啦，它这也不算，就是第二这个，好看它这个是什么作用？这个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作用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擦一下就知道。好啦，今天就是跟各位分享我买新脚架。现在蔡玲就说我到底要几只脚架，可是有时候就是差一点。那这只其实蛮重的哦，虽然我已经找碳纤维了，可是还是蛮重的。好了，就拍到这里哦，就把东西收一收，等一下准备再行天蔡玲回家，拜。